丽城乐业居是由中山市最具实力的大型港资企业中山市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发展。经过我们不断努力，公司已经成为中山市极具影响力的房地产企业之一。至今已经成功开发了东星镇丽景阁、丽城花园、汇景酒店等大型建设项目，总开发建筑面积达34万平方米。而丽城乐业居的规划当中，仲包括了丽城学校，是中山市同期开发的最大型楼盘之一。乐业居位于富饶的中山市东星镇，地处小榄和石岐的中心点，是中山市的黄金走廊，占地总面积达43万平方米，自西向东分六期发展，环保为概念，绿化区占总面积达35%，以欧绿色园林作主体规划，深具创意的水景喷泉、奔流瀑布、休憩庭园组合成不同的绿化组团，优雅瑰丽的景致，配合活泼浪漫的情调，充满生气。小区内采用多项崭新环保创意，半地下车库设计，车库与平台之间的出入口采用全玻璃结构透光井设计，方便将天然光线引入，从而减少对能源的浪费。为住户提供更健康优质的家居生活，是我们一贯的服务承诺。丽城乐业居在第三期设有大型豪华会所、网球场、健身房、乒乓球室、桌球室和大型泳池等多项可发展亲子关系的娱乐设施。为彰显其重要，我们特意将丽城乐业居第三、四期命名为上领组团。在2006年5月，丽城乐业居以高尚人居领衔中山，推出全新组团上领国际社区。第一期豪华住宅16座，共352套单元。上领一期以4栋为一个组团，全部为一梯四户设计，部分单元赠送私家平台花园，单位面积由78平方米至123平方米不等，有多种户型提供选择，楼距最宽处达50米，带俾你无限广阔舒适嘅空间。现正隆重推出发售全新嘅上领国际社区第二期豪华住宅，采用新颖嘅设计意念，缔造悠游生活新纪元。第二期建有7座，共196套单元，楼距特宽，空间感特强，其中5座为多层住宅，2座为小高层设计，所有单元均采用双阳台设计，南北对向，空气流通。首层部分单元随楼附送 DIY 私家花园，让业主充分发挥创意，特显个人品味。顶层单元全部为中空大厅设计，部分大厅更高达6米，空间气派尽显不凡。其中上领二期的19座更为整个组团中的楼王，正对组团中心主绿化园景，最宽楼距达100米，体现尊贵豪庭的典范。1至8层为一梯四户设计，9至11层为一梯两户设计，11层为空中别墅设计，楼底特高，增加了室内的层次感。落地大玻璃坐拥全方位景观，尽显豪宅气派。上领二期户型设计多元化，更有一款适合你的要求。哎，是啊，我买了2间啊，一间是自己住，一间是租给人。计落条数咧，供楼的钱啊，仲平过租楼啊。层楼咪租给人，等慢慢帮你供咯。每个月有钱攞翻，条数啊，你都唔好话唔襟计啊。仲有呢度交通又方便，设备又豪又多，肯定成为抢手货啦。唔买你就笨啦。阮小姐，合约已经预备好啦，请过嚟呢边。好啊，唔该。唔好话我唔关照你啊，手快有，手慢冇啊。丽城乐业居无论由发展商的品牌、信誉、发展概念和规模、地理位置、周边环境，都是城市周边大型楼盘中的佼佼者，领导着中山市房地产的发展，
一至二期已经在2005年推出，吸引大批买家蜂拥抢购，推出不到两个月就迅速售罄，创出中山市房地产销售神话。一至二期已经入伙了，随着经济发展，其价值亦不断上升，如果将单位出租亦都可以有丰厚的回报收益，可见贵客无论自住或者收租投资，其潜力已经是不言而喻。本项目物业管理由丽景地产属下的中山市丽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管理经验丰富，现有管理物业已经超过29万平方米，其中管理的物业丽城花园还获得中山市园林式住宅小区称号。物业公司为各业主提供周全、细致、全方位的社区服务，受到业主的良好赞誉。全区采用智能化管理，配备红外线周界防范系统、即时摄录系统、电子巡更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IC 可视门禁系统等，居住在丽城乐义居更加令你安心放心。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的你，我们当然不会忽视啦。发展商丽景地产投资超过1亿元，创办省一级名牌学府丽城学校，坐落于丽城乐义居，占地59000平方米，分设小学部和幼稚园部，校内设备按省一级标准配置，学校将会推行先进的教育理念，为住户子女提供更充足的学习空间，将实行小班化管理，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保证每一位入学的小朋友都可以拥有最优质的教育。凡丽城乐义居的业主子女入读，在同一个条件下都可以获得优先入学权。由丽景房地产公司投资兴建的四星级汇景酒店，内设酒楼、西餐厅、夜总会、桑拿、大型会议室、茶艺馆、美发中心、棋牌室、豪华客房等，无论招待客人同朋友共聚，娱乐饮食一应俱全。丽城乐义居的业主自动成为汇景酒店的尊贵会员，手持丽城乐义居的业主证，在酒店消费更可以享有多种优惠，一个会籍享用两个会所，彰显业主尊贵身份。此外，邻近社区设施还包括有1+1超市、银行、东星医院、网吧、东星高级中学等等，生活配套近在咫尺。镇政府兴建的旭日公园占地25000平方米，位处丽城乐义居东入口位置，公园设计先进，园内有宜人的绿化带、花池、凉亭以及大型的舞台和康体设施，随着旭日公园的落成，可以满足全镇居民对发展文娱活动的需求，而丽城乐义居势必成为东星镇的新商住中心，绝对是城市精英的理想居所。东星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全镇往国内外的交通非常便利，中山港、105国道和已经全面通车的中江高速公路贯穿境内，随着广珠西线二期工程完工和广珠轻铁的建成通车，东星镇将会成为中山市的交通枢纽。往石岐只是6分钟车程，而往珠海和广州更大大缩减至35分钟。这两条咁靓的镇级样板路建于小区东西两端，直接贯通中山经济重镇小榄。东星和小榄之间的距离从此近在咫尺，不用2分钟已经可以横跨两地，
而且为方便业主进出，丽城乐意居将设立豪华专巴，每日穿梭两地。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此志不渝地致力于人民文化的房地产发展和服务，出色的规划设计，便利的交通网络，优良的工程品质，完善的社区设施，宜情的园林绿化，贴心的物业管理，赢得了业界和住户的一致好评。丽城乐意居坐拥地利，是中山市极罕有的优质屋苑。想要高贵的享受，时尚的生活，丽城乐意居，快乐惬意的家居。上领二期现正接受认购登记，中国品质丽景地产。